然后圆锥放上去，丢了就完成了。放腐竹多多才好吃，有人咬看，好、哦、滑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家庭主妇。家庭主妇呢，就回来跟帮了哦。这两个小瓜，要爸爸煮东西给你们吃是吧？好，就准备了一些东西回来煮给他们吃了。好，那现在就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材料。我今天还是用了更加好的产品哦，就有这个黑鲳鱼哦，就这样子的，等下会切一半啊、哦，小条点，跟这个鲍鱼菇哦，一起拿去蒸，蒸着就会炸这个包菜丝哦。包菜丝刚才我是放了盐给它脱水，挤干水了，还有姜丝，还有这个红萝卜丝哦，就切丝了，拿去蒸水，它就软的了，就漂亮的了，还有这个。盐稀了做装饰的，这个可以带回去看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的了，那个包菜丝香油、哦、就还有这个是那天做那个年菜、哦、那个鱼啊剩下的、哦、我就拿回来加点包菜，这种包菜我已经切了一粒粒、哦啊、加这个胡萝卜粒还有这个盐碎、哦、我就切丝了切碎了、哦、来做一个馅料来做这个饺子哈、哦，这个是饺子皮，还有这个水饺皮，啊，等下来做包水饺跟饺子哈、哦，拿去炸，这个拿去煎哦，啊，就还有这个柿的腐竹哦，这也是更加好的产品啊，就柿的结冰的，就这个等下要拿来爆一个糖水，就爆这个白果的糖水了。好了，现在来开始制作，先做这个，来妈妈在敲白果。上坐着来敲啊，用这个锤子来敲啊，嘿嘿嘿，这边敲的，等下要包菜丝呀、啊。这个包菜粒啊，刚才也是有放过盐了，也是脱水，我是挤干水了，这有点咸味了，就这香菜放下去了，给它有点咬，啊，都很简单呐、啊，我也是大概。啊，调一调就可以的了，因为之前这个也是有味道的嘛，看到吗？啊，把它搅拌均匀，我们就可以包了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来包，先包几个饺子先哈。来，我们放馅料啊。放馅料多少自己喜欢了。总之可以包到它形状出来就 OK 的了。啊，妈妈在那边扒那个白果衣啊，就先蒸水一下，就容易扒了、啊。这个是玉米粉哦，玉米粉、薯粉、淀粉都可以了。啊，给它擦一个边啊，就我们要收口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点了。啊。先收这边，看到吗？就对，就折这边哦，就折上面那一层，折，那个折，再折这个折可以，折到后面，啊，把它压紧，轻轻的，紧轻的开了。如果它我们没有放那个这个淀粉哦，啊，我们就要捏紧一点了，大力的捏。现在有这个粉就不用了，看到吗？这样子，啊，收口了，啊，这个叫什么饺？窝蹄吧，是吧？那就煎这些窝蹄哦，啊，好了，一点就是我烫的，包好了，嗯，继续，再来第二粒。今天是母子拍档啊，加一点玉米淀粉。我的包法就是从这边包了，从这边推过去。其实包饺子都很多方法哦。收口了，可以了。
看那个形状出来啊，小地方比较多苍蝇啊。嗯，好了，还可以啊，那个样子哈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包水饺。水饺之前有跟大家做过了的了，之前只是馅料不同了。这些皮都是在外面买的，然后这个饺，这个水饺就拿去炸了。水饺包大力一点啊！你喜欢吃这些啊，你们啊，炸了就喜欢吃了。因为之前我做的那个呢，就有放鸡蛋，所以就不需要沾这个粉。啊，哇，这个皮很厚啊。这种水饺就这样给折罢了。嗯，啊，这个皮很厚啊，这个皮。对的，如果不要折纹的话，这样子也可以啊。封了口，就直接拿去炸就可以了，都可以。来，我们来个近距离的哈，撒点淀粉下去，我是从这边收口啊，这上面。折，推啊，推它收，推它收，啊，推到最后收，啊，然后把它捏一下，捏它的形状出来了，它的弯月形啊，知道吗？嗯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啊。一个焦点出来了，啊，要圆一点就可以了，这样子，啊，嗯，就这么简单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吧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不会拍的，啊，拍了几粒的，啊，还可以了哈，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妈妈拍了，妈妈包了。啊，妈妈那边扒白果衣啊，要用叉子压下去的，嗯，可以吗？多做啦，怎么多做都是要多做些东西。看到这个，这个的。要开口了，这个你看，哪个是你包的？这个我包的。这个你包的，哪个是我跟你秀回去的？这个是我跟你秀回去啊。这个我包的。这个歪歪的。这个我包的。这个歪了。啊，金银宝啊。啊？这个怎么了？这个是福袋。福袋啊。这个最多。这个什么？这个哇，什么本都有啊！真的是。里面很多钱。我们先来先冲洗这个鲍鱼菇哦。这个菇简单的冲一下水就可以的了，也就很干净的了，把它灰尘冲一下就可以了的了。啊，给它晾干一下了，然后把这些比较硬的可以把它修掉，又或者。这些不要了，这样子了。这种就这个还 OK， 摸到比较软的就还可以。如果比较硬和这种哦，可以收上来了，煲汤啊或者沾粉拿去炸，煮一个奶油啊或者其他酱汁都可以的。啊，修一下，这个比较硬的。啊，好了，就这么简单了。好了，来准备点油哈、哦。
就来先放这个包菜丝给我压到压干水了哈，就现在一整块了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打开它一丝丝的了啊，把水分洗干，我们去爆它的时候它就比较快了啊。这个之前有分享过了啊，就先来炸这个包菜丝，然后我们就才放那个姜丝下去啊。啊，开大火去，那得去炒它就对了。哇，香啊！因为姜丝它比较快焦啊，要不就分两次，先爆香这个，我们再爆香那个姜丝都可以的，或者先爆姜丝，或者过后再爆这个都 OK。嗯，差不多了。放姜丝，火关小一点，因为姜丝它很快黑呀、啊。哇，那个香味都出来了，那、啊、可以捞上来了。来，熄火。啊，先捞上来。好了，那个已经捞上来了，油我已经捞了点上来了，这可以放油菜呀、啊，煮面放一点上去，哇，非常香了、哦、就锅里有点油了啊。来，我们先来煮那个姜汁哈、哦。来，酱油我这边是用着两汤匙，来给它爆香一下，小火啊，水也是，我也是放两汤匙，然后放点糖就去提提味啊，糖用着放下去就好了。好了，把它煮滚哈，然后放点麻油。好，熄火。如果有吃菇粉的朋友啊，可以放点菇粉就去了。待会再来没有，我就没有放了。好，把它装上来就可以了。哇，香啊！好了，就是这么简单了。啊，先把它装上来，等下拿去蒸，这个淋上去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现在煲糖水的薏米哦，来，现在已经洗了一轮了，现在用热水。去烫它，啊，给它烫一下，再换水，嗯，烫了一下。这个火够很微的哦。我的火刀也没皮。哦，火刀没皮、啊。我烫走它的那个味道啊，那个薏米的味道啊，有点像皮的哦。嗯。啊，烫了这样子冲洗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多那个来用哦、嗯。哦，就是这样简单了、啊。啊，这边是两滴的水哈、哦。啊，这个薏米，嗯，可以放下去了。放下去，我们就可以拿去煲了。煲糖水，慢慢的强香了。嗯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啊，拿去开火煲了。嗯，着了，开大火。啊，这个滚哦，好了，现在把它关中火。嗯，给它慢慢滚，滚几下温姜啊。滚二十分钟。嗯，滚二十分钟了。好了，水滚了哈，哎，开盖，可以放下去蒸了。这个鱼跟鲍鱼菇哈，给它蒸五分钟，大火蒸五分钟。好了，蒸了有五分钟了，熄火了，来，可以上了。
哇，哎，好了，哇，好像真的在蒸鱼样子啊，看到吗？哇，好了好了，来，就水倒一点点啦，啊，其余的倒掉，不要太多，搅拌均匀。把这些是淋上去哦。好了，这些铺上去啊、哦。然后圆锥放上去。好了，就有点完成了。再买了点。差一点就忘了这个，这个扎包菜丝啊。原本是要先放这个的，才放那个圆锥跟那个红萝卜丝哦，我忘记了这个，好放下去了，好，好，好了，这个黑鲳鱼蒸鲍鱼菇啊，就这样完成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啦。好了，这边刚才中火滚了20分钟啊、哦，现在把它关去小火，再给它慢慢滚，滚到它玉米软为止哈、哦。大概是要一个钟头左右了，给它这个平底锅先刷一层油哈，看到这样子刷一层油，来我们放上去啊、哦，啊，这些是那个小瓜，我弟弟的儿子哈、哦，他包了，元宝啊，金元宝，同样放下去，来了放水哦。慢慢放，盖起来。啊，等着滚滚了过后，我们把火关小一点，给它慢慢滚。那、啊、滚了哈，我已经把火关小了，就给它慢慢滚了。啊，这边滚大概要10多分钟啊，要把那个皮给煮熟啊，跟那个折纹上面那个皮啊，不然哦，时间不够，它会带硬。啊、用它蒸汽去煮它，因为这种是熟皮嘛，它是用热水来拆的这个皮哦，所以我们这样子来蒸是 OK 的，跟云吞皮是不同，云吞皮如果拿来蒸这样子蒸哦，它不熟的。好了，打开来看一下啊、哦，差不多可以的了，啊，来，水有多哦，把水倒掉，来，水我已经倒掉了哈、哦。这个时候继续开火，给它慢慢煎，看到吗？它里面还有点水哦，把它煎干，等下我们再放点油下去，煎到下面焦黑焦黑这样子。好来，我们放点油下去哦，慢慢去给它煎啊，煎到下面底部有点焦香的味道啊。慢慢煎啊，这里金元宝已经打开了哦，来先打开一个来看一下啊，开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，啊还没有啊，要再煎久一点，慢慢煎。哇，这个酥鱼啊，啊这个煎啊火就拿上来了哈、哦，看到吗？这个饺子啊，煎饺子锅体温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有几滴烂哦，破了哦，照样给大家看呐、啊。把这个拿去炸了，好了，开始啦，来。耶、yeah, wow. ！哇！哇！啊，被骗了。玩这个，玩这个。谁要？啊，美仔。这个谁要？这个要啊，这个要。那个我帮的，我放很多馅料。这个放很多馅料啊。你这不带，你这不带。生意吗？还有那个国胜吗？没有。冷了喽。放很久了啊，会焗身了，给风扇吹冷了，暖去了呢。嗯嗯，要刚刚炸出来就好吃了，不吹了。嗯，好。好，好吃吗？好吃啊。有声音吗？还有声音吗？有。啊，还有声音。啊靠！我吃老虎脚。嗯，好好吃。老虎脚啊。靠靠身。身哦。
好了，开动了，等一下还有糖水哦，糖水还在包着啊。那你的金元宝烂完了，你自己搞点它啊。哪个是你的？拿拿过去。嗯。我看我煮辣椒。嗯。给个辣椒。哦，当辣椒啊！哇，金元宝啊，福袋啊。九竹哎，九竹在这边。这个煎饺子哈、哦，太过匆忙了啦，没有准备到那个酸醋啊，酸醋放点姜丝下去，好吃。我最喜欢的。够了，这个味道啊，就像那个素鱼本身就已经有味道了，加点下去就 OK 了。就一点辣椒啊，很好吃。嗯，你看豆腐，豆腐啊，嗯，好了，都滚了有一个钟头了，反正这些都捞完出来了，哇，剩下不多，滚到干水了，啊，放一片那个冰片糖下去啊。哦，好了，来，现在来放这个斑斓叶啊，那糖也煮融了，放斑斓叶下去，哦，把盖盖一下，把它味也焖出来啊。哇，香啊！啊，焖一下子就可以了。啊，看看，现在可以放这个腐竹了。我这边是半包啊、哦，那个鲜腐竹，因为我们很难买到这种新鲜腐竹了，一般都是干的。如果要买这些新鲜腐竹，是要工厂，但是确实是很难买得到啊。啊，现在这个更加好的就方便了，它有冷藏的，现在一些超级市场跟那些卖塑料店的地方都可以找得到了，哦，它一会儿给它滚一下就可以的了。嗯，好了，给它滚一下就好了。哎，现在都打开了，哎，可以熄火了。嗯，盖起来，熄火，给它焖一下，等一下就可以拿来吃了。哇，这个绝碗啊！拿到几碗出来哦，又是你啊，哇，喝掉，好喝啊，啊，好喝啊，看一下，爸爸也喝一下看，应该很香哦，开出来就闻到很香了，嗯，好，妈妈包的就比较浓一点了，如果不喜欢浓的，可以加多点水去包，它就比较稀一点，淡一点哈，哇，两个厉害吃啊。损那个腐竹啊，我一条，哎呦，啊，吃到胖胖啊，哇，你们两个厉害吃了，厉害了，两个，不是这样肥吗？哇！吃是好吃，看好吃，是啊，津津有味哦，津津有味啊，嗯，好嘞，哎，爷爷，爷爷吃白果罢了，你们那白果全部给爷爷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不然爷爷没有当脾气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们吃完了，哦，放腐竹多多才好吃啊，有人咬它，哦，滑滑，好了，好了。今天的影片呢、啊，就到此为止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啊！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当我们有影片上架的时候，它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觉得好的话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素食就是这么简单，素食也可以很美味哦。感谢你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2022年了啊！See you.